你来干什么？我没有想打扰的意思，就是想跟你说几句话。我上次已经说很清楚，滚！李泽真的很对不起，让你受了那么多委屈。但我这一次回家，我也跟家里闹得很不愉快。我不想听那个畜生家里的任何事情，请你滚！陆雪，你先别生气，行吗？ 你先听我说两句话。我说句实话，我真的恨死我爸了。但我再恨他，他也是我爸，对吗？一边是你，一边是他，我真的不希望两边。我希望两边都好。我这一次回家，我也没有告诉他们是谁散布的这些消息，而且我也向你保证，我不会让他知道是你。但我也希望你可以通融通融，不要再让这件事情再恶化下去了，也算放过他一回，行吗？ 你是在跟我谈条件吗？我只是希望大家都好。但是我不好。那个畜生当年放过我们了吗？他做的那些龌龊事情，我办他十次都绰绰有余。你以为我怕他？你现在回家就告诉他我是谁，让他死得明明白白。而且我警告你，你要掺和进来的话，下次我连你一起办。 你还想怎么办我？我因为你工作也丢了，我离家出走，我现在一穷二白了。你要怎么办我？我替我爸行吗？替不了。你还想为他求情？我只知道，你知道那个畜生给你买的房，开着那个畜生给你买的车，你压根心里就没有觉得他做错了。你跟那个畜生就是有其父必有其子，近朱雀来胜于蓝。不是我说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，Lucy？ 我今天也只是追你，对吧？我没有把你怎么样的，我现在也只是想好好跟你商量商量，你一口一个畜生，一口一个畜生，你骂我行吗？你别骂我爸，我骂，我还要揍你呢！我告诉你，我看你一次，我揍你一次。我这是上辈子做了什么孽了，这辈子跟畜生这群畜生撞在一起。冷静，我从心理上到行动上都没有任何想伤害你的意思，我就是想跟你好好聊一聊，对吧？你根本不分青红皂白，你就骂我一顿，这还怎么聊啊？你闭嘴！别说了，我跟他说了，关你什么事儿啊？ 早知道你吵架这么不厉害，刚刚就应该我先上，以后打架你再上。我就说几句，都上气不接下气了，可惜小章鱼了。我再给你买一份。开玩笑啦，你说这么高档不成的东西吃多了，怎么对得起那帮如果酱吃起的追求者呢？ 走吧，再见。